寒笛声独惆怅，云深月亮，是与非都过往，醒来了怎能当梦一场，红尘中回忆的事如何去量，小小雪热到风凉，想到吹远有人轻响，真情未绝我的花月如霜，煮一壶相思悲欢，几少年郎，明月依旧何来怅惘，不如潇潇洒洒离别风和浪，天涯一曲共悠扬。过千山，路尽人茫茫，是与非都过往，醒来了就当他梦一场，红尘中回忆的事如何去量，小小雪热到风岁月又闻心响，真心未绝小世事多无常，煮一壶相思悲欢，几少年郎，明月依旧何来怅惘，不如淡淡荡荡离别风和浪，不相思悲欢，几少年郎，明月依旧何来张望，不如淡淡荡荡离别风和浪，天涯一曲共悠扬。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碧晨，谢谢碧晨。哇，一首《无羁》，真的是听得大家都感慨万千，然后所有人的思绪又被拉回到了我们2019年的那个夏天。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在陈情女孩的尖叫声当中来揭晓下一个荣誉。哇，下一个荣誉的竞争非常值得尖叫。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神仙不是打架，他们出来演戏了。神仙出来演戏就对了。对，所以好吓人啊。是，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华策克顿传媒执行总裁刘志为我们来揭晓这组的荣誉，有请。有请。获得年度人气电视剧演员荣誉的是，请看大屏幕。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人气电视剧演员肖战，省得劳你们明日，我特意上门把我挫骨扬灰。王一博，我有什么不知处，带回去。操，
哇，我们现场沸腾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来请出你们的肖战还有王一博上台领取荣誉，有请，有请两位。